大家好，我是老猫。今天咱们做大块牛肉面，准备面粉半斤，一勺盐就是2.5克，这些就是一个人的量。140克凉水和面，醒面10分钟，醒好揉光搓长条，盘起来，刷上油，保鲜膜一盖，醒面。牛肉切大块啊，凉水下锅，葱姜料酒去腥，焯好水洗净，豆瓣酱炒出红油，下葱姜，下牛肉，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花椒，炒香加开水，老抽上色。咱们用高压锅压20分钟，时间到了搞出来，加一勺盐，一勺胡椒粉，红白萝卜搞里头，萝卜给它炖熟，开始扯面了。香菜，大块牛肉，油泼辣子一定多来一些，大块牛肉面做好了，开碟，开碟。来点醋。大块牛肉吃着相当过瘾啊。辣条子吃着筋道，牛肉饼昨天做的，昨天的视频有教程。炖牛羊肉的时候加上一些萝卜，就带了一些萝卜的清甜，特别好吃。哇，又麻又辣，吃着很过瘾，很通透。今天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见了，拜拜。